17度的广州降温和炖汤真的是绝配。那我点的是他们家的招牌椰奶竹丝鸡，那椰奶的香甜还有鸡肉的味道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。小祝点的是，今天我点的这盅汤呢，叫做党参怀杞。 北齐牛展汤，那据说呢是有这个补气血的功效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喝这种药膳汤，让我感觉就是有很浓的肉香，但是呢还有微微的这种药香，反而让这个肉汤没有那么腻。